哦，刚才那个南加州呈现呢，也是大洛杉矶吧啊，发生了4.3级地震，震中呢在 Corona 发生的时间呢是下午1:45。哦，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发亮的一个沸点下来，沸点下来，下来好像那个下来，飞过来的时刻几乎站到一个，几乎眼看着站到一个山上的时候，斜了一下啊。避开了这个山峰一个，然后到峡谷去了啊，到了一个峡谷然后就停在一个峡谷的底下，停下来了，停下来的时候摇了一下是这么一回事摇了一下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